这是 PavilionKL。半年了，很久没有来这边玩了啊。现在要过去那个看灯笼的，那个颜色的那个这个 Pavilion 呢、啊？这边比较多了，这是 Popularity 的啊 ，Pleasure 的。这是 Pavilion。很多 racing car 的表演的那个是吗？啊，这个是 Pavilion 的，这是一个冰箱的。Pavilion 啊，那个Pavilion KL的，这个地方啊，然后就是这边是的。啊，这个是之前从3月17号的时候，啊，警察报告那个 Pavilion 的格迪亚妈妈是马新的故事的，来这边呢、啊，那个晚上的时候啊，看不到。那这是 SunwayVelocityMall 的，那是 Manager 研究发表一点，很久没有来这边跑了啊。这是一楼的天桥的网络里面没有啊，现在就楼下那个卖月饼的那个楼下在这个地方啊，
是不是这么着？是 VelocityMall 的那个 Low Ground Floor 的，哎，那个，哎，前面那个我中了电了，那个 Solar Pan 啊，不是 Solar Pan 啊，哎，这个怎么了？这是那个，这个是提篮的那个地方，买饮料的。那个前面是金富堂的，那个金台章的那个，那个珍珠奶茶的那个东西哥。